You said the same thing I told ya. My eyes are clear, no secret. I wanna know, was it serious? I need it clear, my best friend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风。那现在今天要带大家去台南玩喽。我已经说了，我要去台南玩了。现在要先去高铁站，要先到高铁站搭高铁到台南。那待会见了。Hello， 现在在月台上，然后等火车，等下就到高铁站，前往台南喽。然后我会带你们去吃美食。然后去一家很特别的咖啡厅，最近很夯的那个超大扭蛋机，我也想要去体验看看。昨天有看妞妞的 TV， 也有看到她有玩超大扭蛋机，很想去体验看看，那就带各位一起去咯。好，我们现在到高铁站了，要准备往台南了。因为台南的天气会下雨，今天的台南天气还蛮好的，太阳蛮大的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吃吃美食。现在呢要去搭台铁火车，这边还不算台南市，要搭台铁火车到台南车站才算台南市。现在前往台铁沙仑站，那搭台铁到台南车站喽。我坐过一班火车了，要往台南的，那我们等下一班吧。
我现在坐往台南的区间车咯，还有那个台铁的站务人员跟我讲说这班车到台南，就很谢谢，因为我不知道这班车是到哪里，上面写说要到沙鹿，火车开了，那车上都没有人呢，就我一个人，好爽哦，第一次搭乘没有人的火车。到台南车站了，要准备去吃美食喽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台南，然后我现在去找神农街。我好像找到赤坎楼嘞，就是这个大家都会来的古迹。台南的 U Bike。来吃这个浮水鱼羹，台南最有名的浮水鱼羹，鱼羹超弹牙的。赤坎楼就上次去过了，所以这次我就去进去好了。上次有来过台南，去过台南有名的冬瓜茶，这里都是水仙宫市场。市场走过来，车对面就是神农街了，我要进去神农街了。神农芭乐，是这条街小小的。我找到了，这就是神农街的贺百货。之前玩 game 有来过，然后很多 YouTuber 也有来拍过。看玩 game， 顶牛跟华生，这个很多。哇，得到很多大奖，很多人都得到大奖。它是换新包装吗？觉得好像换新包装嘞。帮我们来玩一个看看好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来投投币看看一次，看可以抽到什么贺百货，一次就好了。我看一下要选几号。22号看看，啊，掉下来了。这就是抽到第一次12号，刚刚怎么按都按不出来啊，奇怪。街还蛮小的，对啊，看还蛮文艺的。浅屋团子小铺，我帮他拍。你拿。打开。哦。雨伞。雨伞。现在我们在成功路，台南成功路这里，我们要带大家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汉堡店，台南很有名的丹丹汉堡，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卖啊？如果北部有卖的话，我就去北部吃。到丹丹汉堡了，那店员实在太忙了，
人实在太多了，我等了30分钟才拿到餐点，等当汉堡的。在这个超大扭蛋机这里。这边是南方公园，很多歌手在这里活动。到周子瑜妈妈的咖啡店了，现在要进去了。Survive a cigar in my mouth. Maybe guilty but proud.